我是陈君涵，我在男人的厨房品味生活。今天我要帮大家带来的是纽奥良家乡味的海鲜汤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把这个虾仁香煎，所以我要把这个虾仁灌醉。白酒在这，但是我不懂为什么要灌醉它。因为海鲜搭配白酒是最棒的呀。为什么今天会带来这个纽奥良家乡味的海鲜汤？我在今年去巴厘岛的时候，偶然吃到了有一家餐厅叫做阿甘虾馆。阿甘是那个阿甘吗？是阿甘？就是那个阿甘。对。你当初吃到的时候有多么的惊为天人？我当时喝到第一口汤的表情就是，哇，这样子。然后整个人会站起来，所以我就决定我们要把这道菜把它偷学回来，今天就有了这一道菜的呈现。纽奥良家乡味海鲜汤上菜喽！哇哦！好，那我们可以开动喽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君涵为我们带来的是纽奥良家乡海鲜浓汤。那你跟我说要怎么吃它好？因为我们今天的主角是这一碗海鲜汤，对，所以呢，里面的这个虾仁啊，待会都可以，我们可以直接夹起来吃。然后面包啦、白饭啦，我们就直接沾着这个汤汁来吃。这个味道就对了。我觉得做料理最好玩的就是像在做实验一样，不会有绝对，这道菜它只有一个怎么样的做法，而是我们可以随着我想要的口味，或者是我印象中的那种记忆中的味道去一直在去做变化。我觉得男人的厨房就是我的实验室。